BGM 有点大声，调整一下音量。嗯，调个5好了。OK， 正常吧？哦，现在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游戏这边的剧情呢，就是今天影片发布的后续哦。我们现在就接下影片前面的那个剧情发展。哦，那我们来抽一下东西好了。而且为什么玩到那么久，都感觉它没有什么氪金元素啊？还是说这个游戏是买断制的，不会有氪金要素吗？啊，目前不晓得，玩家去就知道了。而且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血会变这么多了，原来是因为装备的关系，还可以装配件哦。哦，反正给他装爆就对了。配件表不能弄东西啊。武器很像斯巴达之剑哦，这是那个、啊、打死那一只不知道是谁的，然后就有了。哎、欸，跟他讲话看一下。终于遇到活人了，你是谁？我是这座工厂老板的保镖，我的人正在寻找他。你是这里的工人吗？你有见过他吗？工厂已经变成地狱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。我是不是我的头挡住了？来，缩小。有没有突然觉得老头这么小一只很可爱？啊，到处都是怪物，你们最好离开这里。不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哎、欸，我们已经护送了老板的女儿，一定要继续找老板。就让我猜一下，第二关的 BOSS 就是这个工厂里面的老板，他已经变成僵尸之王了，有没有？信不信？斯巴达之剑。老头可以继续玩方舟吗？不行。嘿嘿嘿。啊，谢谢你，我要尽快回家。再见。我可以敲他吗？不行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里似乎有一本日记。对，那是我来的路上捡到的一本悲伤的日记，你可以拿去读一读。一本悲伤的日记。哦，被感染者的日记。啊，这是。怎么讲？说看图，看字说故事小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什么那个文学素养，嘿，我就不看了。哦，我的眼里只有沙，嘿，没有念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给我这么多好康的东西，爽。全部剪一遍就对了。嗯。黑了太多钱，变成黑钱 BOSS 了。这个游戏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变成要付费哦。目前这个状况，除了这个礼物盒看起来很像就是那种 VIP 厨子15会送的东西之外，好、哦，其他的界面啊或者是什么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氪金的要素。哦，这是个很难得可贵的一件事情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大量的可稀释地雷，我最好拿一些使用哦。解锁地雷技能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放一个。哦，原来它是一个技能哦。死给，会有直播记录档吗？会啊，会有直播记录档。前往下一个章节 ，Let's go。哎、欸。这边有个小妹妹，那该不会是我女儿吧？回家之路，之后花下去哦。我看状况吧，状况允许之下，我应该会花。哇、哦，拿这把斯巴达魔剑，他妈超帅！哦，好像这可以敲下去的。可是你看哦，你要说这是斯巴达魔剑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挥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那把斯巴达魔剑整支剑身超级小一支，缩小版的 mini 版斯巴达魔剑，叫什么？按下放大镜搜寻，拿到了
什么东西？肉块。哦，如果吃生肉的话呢，会损失 15% 生命值，但是会恢复饥饿值5点。看你要怎么换就是了。哇，这边还有很多这种就是收集要素呢。我等一下我改一下滑鼠键盘乐键哦。Factory parking lot. Looks like all the cars have been destroyed. I need to find one that works and get out of here. 我要找一辆车就是了。哎呦，来了！干！哦，一刀斩，帅哦！玩到现在，我觉得蛮可惜的一点就是，他的背景音乐没有做得很好，他只有到你到某个场景的时候背景音乐放出来，但是放完了就没了，就像现在这样子特别的安静。原来这款游戏是汽车破坏模拟器，当你没有物资吗？请你靠近这些车子，你想要的，他们通通都给你，好多好多，超爽的。我这边有一只，有点猛啊！我要顾及这保持度跟那个呢。Yes, this one looks good. 哎，这台好帅啊！上车。哎呦，这么帅啊！Last moment of peace, my head is still ringing. 片刻的宁静。I remember some big crate falling, then just black. While I was passed out,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. There's only mayhem and murder now. But that'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me. At least, not until I find my family. I hope they're safe. 到底是会有哪一种车子前面装这种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我还可以动哦，好爽哦，哈哈哈，哦，舒服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僵尸末日游戏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那边给我往日不在哦，我都要揍你哎！你们那聊天室谁来跟我讲往日不在的？我都揍人了。啊，再也不在了啦，那个游戏。老板，什么事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我要吐槽一下。你现在这是 BOSS 战吗？那为什么没有 BGM 呢？来一场 BOSS 战的 BGM， 不是听玩起来更有那个临场现场的感觉吗？啊，你现在是连 BGM 给我要我自己配音是不是？啊，我要配什么？我要配那个《我是英雄学院》的那个吗？插曲是不是？啊，还是要配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样子怎么躲啊？靠腰！哦，有了。可是我到底有没有被炸到啊？我怎么感觉我没事啊？还是我根本不用闪啊？好哦。九九十面鬼。Why were the military attacking me? 末日希望是一款真正的僵尸游戏，僵尸压路机，疯狂麦斯。哎呦，其实我还蛮想找个时间来玩一下疯狂麦斯，哎，我还没玩过，等到特价再买来玩好了。听说还蛮好玩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哦，哦，我要下车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么可惜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。然后我要下来拆车了，这个游戏该不会是不断的拆车、开车撞僵尸、拆车、开车撞僵尸？为什么？哎，我可以制作爆炸装置哦，制作？哎，不行，材料不够。我可以做蒸馏水。我们捡到的那个物品终于有它的用处了。啊，好，做一个好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做可以干什么，
哦，恢复生命值啦，啊，这个可以恢复水分啦，啊，天真的这个生存要素，啊，为了满足我们的饥饿值跟我们的口渴值，硬生生的把这个制作元素加了进来，然后我中毒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是欸，捡了一罐可乐。钱，这是眼吗？哎、欸，雅典娜安安，这边是夏尔镇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什么都不晓得，我只是一个想要回去找我老婆跟我女儿的一个路人。哦，大智老来喽！哦，格挡哥哎哦，很会格挡哦。结束。哦哦哦，啊，地上还在喷那个，类似像技能毒气这样子。看一下，哎呦，一整个提升我还不穿，这可以分解吧？分解。哦，这边有血啊，抱歉啦。哎、欸，没有注意看里面在说什么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放哪里？爆裂物。好，放这里。行，继续，继续出发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在看聊天室哦，剧情有点没有太深入去了解。奇怪，他不是老婆跟女儿吗？怎么有一个叫安迪？安迪是男生的名字吧？啊，现在开始在担心了，老婆和小孩能独自面对这一切吗？啊，我自己是前海军陆战队退伍的，我可以自己自立自足，但我的老婆跟小孩能不能呢？我必须要加快脚步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哦，已保存。Damn it! Another bridge is out. 哦，又来了。There should be an abandoned mine somewhere nearby. 是呀。That'll take me to the mountain behind the town. It'll certainly be faster. 明日之后的游戏，我也是女生。哦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玩《明日之后》嘞，啊，汽车要被丢弃了，好吧。森林很多野兽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月月，哇，大熊熊哦，哦哦，怕，哦，原来这熊那么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吓到我了，网路好差。那我没办法啊！哎、欸，精英怪，Oh my god！ 为什么他打到那种装备不会有类似像那种传说《暗黑破坏神三》那传说光柱这样子冲上来？啊，山寨一下，啊！这样会更有暗黑破坏神的感觉。往日不在 2D 版，嗯，不同的世界观，但是一样就是末日啊。目前是末。都是末日，但是世界观不一样，世界观是不同的。往日不再是异变者啊，往日不再的那个其实也不能讲僵尸，他们是异变体，还保有一些人性。但是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僵尸，这一款游戏里面的僵尸基本上是已经丧失了人性了。
之后就会出现翅膀，然后史诗武器，更多的敌人。VIP 厨子，喂、欸，哇，这个。VIP 厨子手厨里就送生存者翅膀，大佬补给箱有没有？之后就开始差不多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推进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有加伤害啊？这把枪嘞，这把枪等级一，增加 3% 有几率获得。物品的获取率就是打保率加 3% 啦。可是我不知道他这是只要拿这把武器攻击吗？还是说只是单纯加整体啊？如果单纯加整体，我觉得带在身上会比较好吧。好吧，我先姑且把它拆成加整体的，好不好？姑且拆啦，加整体的，这样子我就有打保率 3%。大量的，啊，我还可以拆，尾刀换上它，太麻烦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件物品似乎是矿工的保护装置，我最好拿上防身，解锁技能电磁盾。但我真的觉得我的人太小了、欸。好啦，稍微让它大一点好不好，各位？啊，我怎么用电磁盾？哦，吸收伤害用的，可以。我们走。我靠，这个 CG 图转变也太大了吧！前面都是点阵，然后呢，切到第三章节是换工作团队了，是不是？直接进一张 CG 图。哦，后期改很凶哦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幌子，前面给你感觉像单机过关游戏，第三章之后开始要你充值 VIP 会员。啊，我懂了，这游戏原来是这样搞的、啊。Oh my god！ 我就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，我走进了这个洞穴，完了，我要被牵着鼻子走了，完了完了，我等一下要充值了。Oh my god！ 真相终于大白了，商人的计谋阴险，这就是商人。然而我中标了 ，Oh my！ 哎呦！什么东西啊？哇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、欸，哎，这么帅啊！别问你会怕啊，这叫啥哦？末日希望。这游戏叫做《往日不再》2D 版。哎、欸，会不会真的有人这样搜寻啊？突然这样讲有点罪恶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害人家搜不到，然后人家就有人说：“老头，我有搜《往日不再》2D 版，啊，为什么没？”我也没有说他是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哇哇，三宝，死人妖精王，放个地雷看一下。哎呦，怎么没有炸出伤害来啊？哎，我觉得他第一关打 BOSS 给这把武器实在太强了吧？会不会影响游戏平衡？我觉得27比较有看头。你说20古堡7吗？27的确比较画质上来讲是的确比较有看头啦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游戏性哦、喔，它是我玩过20古堡系列以来游戏最短的一个 speed run， 一个小时甚至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破台的。而且是可以他妈超快的。啊不哟。Oh my god。
水和食物，队友都忘记吃了。哎，真的呢，你在专心搜寻探索，你根本不会去在意食物的跟你这个水的部分呢，你完全不会在意耶。而且我现在目前觉得，它多这两条啊，我觉得是多余的。你说这是割草游戏，然后你硬要把这个生存元素加进来，让我多做一些这种流程，意义在哪里？意义在哪里？想要让它看起来更多元吗？好吧，就感觉就是为了补这两条而吃啊，那干脆不要嘛，对不对？直接变割草游戏，正宗割草不是很好吗？对啊，我就从头到尾就在专心都在打怪，完全没有在顾我知道下面这两条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时不时，哎呦，我肚子饿了，然后我就吃一下，哎呦，口渴了，吃一下。啊，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呢？对不对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让你要有事做啊。好啦，不然我换个方式讲好了，也不是说他加这个生存元素不好，我是觉得说，我从刚刚玩到现在啊，这个路边的这个资源啊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好像从来没有人要吃这些食物一样，好像这些食物都是有一股屎味，大家都不想吃那种感觉，大家都不想要，然后我捡了一大堆，那。你要加入这个生存元素嘛？那你应该要把它塑造成说，这种资源难得可贵，非常的难，非常的难获得。那我们就会很谨慎的使用。那这样子游戏整个玩下去，才会有真正生存的感觉，对吧？那你既然这个游戏已经讲说是割草游戏了，你硬要把这种东西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加进来，然后给你他妈一大堆食物塞爆你的脸。然后就是，哎呦，好多东西捡一捡，然后吃补补，就我觉得是可以做得更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点。所以用在不该有的系统，不如有纸娃娃。对啊，对嘛，你把这个两条换成纸娃娃系统，是不是更好？人家喜欢帅气一点的造型，有 skin。哦，你这换装备，然后呢，你就会有不同样貌，是不是很帅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多这两条，然后食物又很好拿，那就反而更容易去忽略这两条这个数值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是忽略状态。然后这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懂。你看，随便砍都有牛肉罐头，欸，牛肉不用钱了。Oh my god！ 神子弹！有啊，有王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这个精英怪的技能，原来是雷神索尔啊！哇，索尔大哥这样子有点太凶了哦。那掉装备都好烂哦，给200块钱，怎么掉钱嘞？同一个颜色升级哦，有散弹枪吗？不知道哎。目前还没有看见散弹枪，我目前看到的是手枪，然后 AK47， 然后还有一把很逆天的奇怪武器，哎，就这样子。
手榴弹很多。哦，你说地雷是不是？没有手榴弹啊，只有地雷而已吧。哎，女人，幸存女性，快救我！我想被吃掉。你竟然……哦，你竟然活着！我父亲派了很多人保护我，可他们都死掉了。这该不会是那老板的女儿？你能活下来，真是幸运。跟我走，带你到安全的地方。谢谢，我的天使 ，You my angel。哎，我救了幸存者，那之后可以干嘛？啊，想活命就听我的，给我趴下。没有啦，没事没事。哦，我是说叫他趴下帮我捡东西啊，好不好？你们在想什么？拜托。啊，误会，干什么东西？当然是造生命，帮我补血啊！我中毒了啊！这位女士，我中毒了。由于我是救世主，我需要排毒一下，懂我的意思了吧？啊，还是不懂啊？我看来需要教一下，没有啦。什么东西？我要变台主。我又没说什么，我只教他教我，我只是教他帮我怎么排毒，对不对？帮我喂我喝那个解毒药水啊，汉方药克一下啊，解毒啊，对啊，我人这么 nice， 石头挡住去路了是吧？走这里。There seems to be a small path this way. I'll try my luck. 教我如何包扎？对啊，顺便让他学习生存之道啊，对不对？在这种末日了哦，已经就是怎么讲，已经如永如地狱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了，要多少会一点生存技巧，不要当累赘。对不对？我们要教他如何排毒、包扎。以后要是万一我死了，对不对？他还有办法自己活下来，对不对？传承，懂不懂？对不对？替我活下去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什么？替我好好的活下去。哇，居然有精英！哇，放什么技能，完全看不懂。对，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看过那个？有没有看过那个游戏的《The Walking Dead》？有没有看过？第一季的时候，你不是教克莱蒙泰学会如何生存吗？要是当初你没有这样教他的话，我们哪里会有第二季、第三季、第四季可以看，对不对？传承，对不对？以后他还帮别人排毒，还帮别人包扎，这是要感谢我啊！感谢我啊！Hiding in a place this dangerous, it only makes me worry about my family. 电池盾哦，哦，没关系啊，我血很多，不用怕。我还能老头把幸存者带到阴暗的小巷了，干什么？我带他到阴暗的小巷错了吗？你知道越阴暗越狭窄越安全，因为僵尸不会从任何地方过来，只会从一条通道。你只要专注于前面，你绝对不会有事。生存技巧啊，好不好？我都把一切交给你了，大胆去了吧。欸，为什么我现在可以做熟肉啦？用打火机烧肉啦？哦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好啦，既然都已经出现这个选项了，我照做了，不然欸，怎么办？哈哈，蒸馏水做一做。啊，你这个为什么不能一次做多一点？然后我要这样一直点这样子啊？好，测试版可以理解。嗯。
带到小巷子躲僵尸，然后自己变狼人，狼人杀。哎、欸，这样我是做太多了、啊，也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算了，大概这个做个一点点好了，我怕我全部做完，然后就变成说其他道具没办法做了。好的，好吃好吃。哦，这个末日生存的物资真的非常丰盛哎、欸，完全感受不到末日的那个艰难，我只感觉我是战神。谁来我就打谁，干！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难打、啊，一路顺畅哎。我们就好加在那个女性存者不会死亡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从哪里来的、啊？那他这个角度也太白痴了吧？你最起码做一个那个，做一个类似像是那种透视，让我看一下人在哪吧。我为什么完成这么多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怎么洋芋片？啊？领取奖励？啊？有没有一键领取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好爽哦，东西好多、哦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加速一个小时，使用后可以减少避难所升级时间哦。有避难所系统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是什么？工厂老板。I'm not your dinner, you stinking zombie. Get out of my way. 他这个 boss 都要做那么大只哦。哎、欸、靠！我被车撞了。哎、欸、啊，那个幸存者就这样子大拉拉的走在我后面了、哦。哇塞，他才是主角吧？打不死哎、欸！你好歹也去躲边边嘛，人家看起来他妈超突兀的，还蛮猛的、啊。我把我所有子弹都送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等一下他要掉什么传说装备？搞不好我现在手上这一把斯巴达之刃呢，就要被换掉了，我猜啦。啊，对哦，我要切这个打近战，忘了。还可以，引去给电线杆撞，不用啊！你看他有血量啊，他要死掉了，一杯戏啊，一杯戏啊！正面射是不是更痛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其实讲实在，我也可以不用跑啊，站桩打就好了。嗯，拿到了一个紫色的防弹衣。